放心，我有腿的，怎么可能没有腿？对不对？我要看你的腿，星星，把你的腿拿出来。你的腿，嘚嘚嘚嘚，咱们跳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人的名字有点污啊，我不好意思念，我就不说了啊。那个说哈哈哈的这位，带我兜儿，这点星星啊，点星星啊，跳跳跳，跳个这个吧，好久没跳这个了。说话之前。星星就在这里，谢谢刚才那个鹏程展翅哥哥，谢谢你的手机荣耀七叉，送我这么多手机，我可以用一辈子了。鹏程哥哥，我要用一辈子这个手机了，好多呀，最近就是比较缺手机了，送这么多手机给我，谢谢。欢迎大家来到九九星宿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那我是小樱桃啊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一下视频，小樱桃的关注，点一下视频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我。让爱学会成全和自由。如果
前走，挽留并不代表什么。送一个亲亲。我们曾心动，大家可以一麦点一下小一方的关注啊，点一下直播室通知我，还要想谢谢你为什么没有动啊。小星星，看看看，居然停在30，没有动，没有卡了。哥哥们走起来呀，拿起你们的小手指动起来，快点个星星告诉我好不好？那有小鲜花的也可以送花花给我好不好？好尴尬，居然没有人点心。谢谢神夜哥哥，谢谢。下一个，一点性感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们哥都没有办法好好用纸了。谢谢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啊！我是小樱桃，那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一下视频左上角小樱桃的关注，知道为什么要点吗？
知道为什么要点吗？因为点完之后，更多福利尽在小樱桃的直播间呀、啊。对，点完之后你才知道那个，小福利是什么东西啊？咱们就悄悄的先别说了，别告诉别人，好不好？记得要悄悄的点关注哦，别让别人知道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喜欢主播的还可以点一下视频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我，点完之后呢，哈哈哈哈，就可以看到好多美女跳舞哦。好了，不好，慕容哥哥，慕容哥哥当然不好，你都点完了，你还点啥？你再点你就取消关注了。啊，千万别点啊！你千万别点，你点完就取消关注了。欢迎大家来到九点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当当当这里。完了，我觉得我永远，我再点一下，不许点，点完你就取消关注了。你是不是傻？忽悠我，讨厌你们，坏坏的。拜拜，我要消失了，我要消失了。